Mojo Spy， Moj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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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y， Mojo Spy， Let's go。 这个世界五彩斑斓，真真假假迷惑我们的眼，用你的心认真去看，发现真相就在不远。 Hey you good or bad， 真真假假逃不出这心灵的火焰，带上你的所有勇敢，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。江面 K， 你在哪儿？这是你们的朋友吧？你是？我叫小谷，是北马村的村民。有妖怪！你是村民，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？这个村子里有很多关于妖怪北马将军的传说，这些事情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哦。哼，我才不信什么妖怪！我们要去科考队。那好吧，岛上地形复杂，我送你们去科考队吧。跟我来吧。穿过这片乱石场，就到科考队扎营的沙滩了。老夏叔叔，请问一下，这些石头都是什么地质期的？我没戴眼镜，看不清楚。小虎呢？怎么不见了？等等我！喂，你刚才跑哪儿？在漫画故事里，一般这种情况，对方非妖即怪呀。有时候妖怪。那是。对，大家不要动。谢谢。你受伤了？脚扭到了。晶晶急救包。会痛的，忍着点儿。全好了，谢谢你。你好厉害啊，救了我两次，又能跟蛇说话，还会疗伤。小朋友，也谢谢你哦。对了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去找科考队。那可真是找对人了，我就是科考队员。来，我带你们去。他是我们科考队雇来的工人，有点粗鲁。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小朋友刚才叫我美女姐姐，其实也差不多了。我的名字叫汪美绿，绿色的绿，你们可以叫我美绿，也可以叫我美女哦。阿庆，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箱子的沙皮滩鳄鱼皮过敏。还有这种过敏症？的确是沙皮滩鳄鱼皮啊，我在沙皮滩那个的时候也见过。姐姐好厉害哦，一眼就能认出沙皮滩鳄鱼皮。
队长，乌贼城的地质学家夏一帆先生到了。啊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叫我老夏就行了。终于把你盼来了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！大救星，老夏，就是这块水晶指南针，我们就要找到进入沉默古城的密道了。沉默古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美梦湖的下面曾经是传说中光明古国的一座辉煌的城邦，可是一场不知名的大浩劫让它沉入了湖底。当然，我们可考的目的不是找到古老的宝藏，而是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。光明古国难道和光明之眼有什么关系？来，今天晚上我特意举办一个篝火晚会迎接大家。找到密道，眼大人今晚就可以进入水晶宫了。你继续潜伏，摸清楚齐乐天这帮家伙的动向。别忘了我们的交换条件。你放心，光明之眼从来不会像世人一样反复无常。那是。我不能对他们下手。这里的人都好奇怪哦，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。水晶指南针呢？杨队长，怎么了？我的水晶指南针不见了，可是只有我有钥匙啊。你确信那把钥匙还在身上吗？当然了，一直在我身上呢。哦，完了完了，本来马上就能找到密道，等老夏勘探后就炸开密道的，结果眼大人的复活仪式今晚就开始吧。得等到天亮以后。我真怀疑你到底想不想让眼大人复活。我这么高明的手段，如果是普通人早就醒了，
严大人情况特殊，如果不在合适的时间进行复活仪式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植物人。如果严大人有什么闪失，特别不想一个人孤单寂寞，当时人生难免会有些不快乐，告别经典总是让人觉得失落，看看明天在地平线向我招手，每天就在日升日落，抓紧时间幻想更多，期待生命中